谢谢啊，一会儿再来啊，回去啊。 你这个守财奴，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自个还要推车，家里放着万贯家财不用，竟然连部车子也不肯叫，一路上跟你吃苦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跟别人跑了。姑奶奶，日子不好过，什么事要将就点啊？将就？哼，当初你数我出来的时候，要我享受荣华富贵，绝不让我吃一点苦。 现在好了，刚一嫁的你，就尽拿骨给我吃。我的姑奶奶，你不要叫醒不行啊？待会儿我来一部车给你坐，好不好？哎，明白。哎，来，好好。哎，老板啊，听说最近路上闹土匪啊？啊，土匪？土匪什么好怕？有我在，他敢来，他来了我就把他。嗯。 你说是吧？是的。哎，小兄弟啊，你那点钱呢，不要紧的。你怕什么？你学我呀，把钱呢放在裤裆里边。哎，强盗就是再凶啊，他也不好往裤裆里边去掏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高明，高明，哪里哪里。那算不了什么高明啊，把钱弄得满都是尿骚味，倒不如像我啊。 这样不但安全又干净啊！这些，这点儿都给你，走开，走开！ 我们来抢劫了，走！哎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！啊，站一块，站一块，站一块！哎，爷，站过来！啊，快！说的就是你，快过来！什么都没有。我出门一向不带钱的。如果你喜欢他，我就送给你好了吧。好啊，老不死的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不要吵了，你舌头太长。三哥，这小子今天不能哭了。嗯，啊，啊，啊。 这妖僧，啊！看看点儿，他妈的，你们还不上？是，啊，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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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Ah!
里边坐，里边坐。这些个陆陆续续来到本镇的人呢，我看多半是参加明天竞技比赛的选手。哎，这是我们黑河镇一年一度的大事，比赛沪生的人，也就是监理附近保安队的队长嘛。哎，听说镇远武馆的朱少爷今年也参加比赛，我看呢有好戏瞧喽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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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既然镇上人都骂我们是瘪三，那好，咱们就非找点乐子耍耍不可。老大，耍乐子我最内行了。对，对不起，让让让让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哎，你怎么搞的？哎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啊啊！他妈的！ 你竟敢教训我！有话好说嘛，何必动手呢？听妈的！他妈的，真太欺负人了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明天就要比武了，今天别把骨头给拆断了。
朋友，要想跑江湖，就要找有头有脸的人，干嘛找他们麻烦？这么说，你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？嗯，黑河镇没有人不认识我，朱天豪。您真不愧是黑河镇上的好汉，那些无法无天的坏蛋每次啊都让您给打跑了。走。哎，七呀，这咱们事先谈好的，你怎么可以反悔呢？妈的，我反什么悔啊？哼，咱们事先说好的，点到为止。姓朱的小子一上来就玩真的，这点钱呢，我买药还不够呢。哎，白七，我也是替人家做事啊，你总应该体谅体谅我的苦衷，你不能让我掏腰包吧？那是你们少爷惹的麻烦，他要充英雄就得花钱。好，好，我给，我给。Yeah.
你去。是。弟子练武的目的是在养气强身，竞技比赛是训练进取勇于负责的能力，所以黑河镇附近的乡镇每年举行一次竞技，就是选拔精英，好为地方上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镇远武馆这次决定选拔朱天豪参加比赛。天豪，明天参加比赛的高手很多，你千万不能大意。爹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各位可以休息了。够不够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没问题，参加比赛的高手已经到镇上了，我已经跟他们约好今天晚上在客栈等我。各位英雄好汉，我是镇远武馆的江田错。这点小意思，希望明天比武的时候手下留情。拿人钱财，一人消灾啊！啊，你放心好了。Thank you.
师傅，今天的比赛，少关主一定会得到盟主的。在比赛没有结束之前，不要乱下定语。比武的宗旨，在互挫功夫心得，求取精进。胜败，不要看得太重。哎。大会开始，现在首先由黑河镇镇远武馆朱天豪向各位英雄好汉讨教。厂里解决工人的事情，放心好了，没有问题的。Hey!
将天座啊，你在比武台
有没有看到暗中帮助我的是谁？人那么多，我哪看得见？哼，爹，师傅，爹，师傅，挺好。要不是一个年轻的人帮了你的忙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赢得这次盟主宝座。哎，师傅，当然是少爷的本事好了。你不要老捧着天豪，他那点本事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爹，难道你怀疑我用不正当手段得来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天豪，你现在是保安队的队长，往后的麻烦更多了。如果你再不下决心力求上进的话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说到这里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少爷，您放心好了，俗语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保证你高枕无忧啊。他奶奶的，俺干了半辈子土匪，每天打家劫舍，除了抢钱就是抢女人，从来就没听说过抢男人的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他。哼，李爷，从来只有男人追女人，怎么你倒颠倒过来了啊？嗯，谁叫我是你的女儿，你抢了那么多的女人，为什么就不能替我抢个男人吗？哎，李爷，你这样做俺太难看了，再说铁汉对你也不错。我才不要他呢，再拖下去我都要老了，你再不管的话我都一头撞死他。哎，好好好好，俺替你最强就是了。铁汉，来，你有事啊？你跟俺多带几个人最强。老爷，您又看上哪家大姑娘了？混蛋啊，这是替大小姐抢男人。哎，他奶奶的，别像个木头似的愣着，还不赶快把朱天豪那小子给俺抢回来。是。嗯。哎，大哥，你真的替大小姐抢个男人？他妈的，他要男人，我就带一个死的回去给他。我们大家也真的妈的奇怪，每天就想别人，就不领大哥的情。谁也别想要，对吧？哎。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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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少爷，总算是上天有眼，让你这样的英雄做了我们这儿保安队的队长。哎，老爹，你太夸奖了。哎，请用菜。好。朱少爷，你的本事真大，那些参加比赛的高手个个身体结实，没想到两三下子就给你打趴下了。哎，我可不是替我们少爷吹牛啊，就是再来上几个武林高手啊，嘿嘿，也不是我们少爷的对手啊。来来来，用菜用菜。哎，张二虎那位工头的手下，你别看他个儿大，要真动起手来还不是两三招叫他乖乖的躺下。
铁大爷，有话好说，千万可别动手啊！哎呦，姓朱的，那天钩子在比武台的事，咱们是小鸡吃米，心里有数，唬不了人的。你不相信，尽管过来，少爷照样叫你躺下。呸！清楚了没有？这才是真功夫。比武场是不是你帮的忙？
我只是告诉你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做人总是要踏实点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朋友，怎么还有事啊？我想请你教我功夫。你是黑河镇的顶尖人物，我怎么敢当呢？经过这次的教训，我学到很多，我是真心真意要拜你为师，我现在就给你磕头。哎，起来起来。教你功夫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必要的时候听我一次命令。一句话。您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勾子，如果老爷问起来，就说我们没看见姓朱的那小子。你这样瞒着老爷也不是办法，总该动个点子。大小姐既然喜欢姓朱的那小子，我绝不能让他如愿以偿。勾子，在哪里碰上他，哪里整他。回来了。一切都得从基础做起，拿鼎。是。别摔了，你先靠墙拿吧。练武本来就是一件苦事，你想出人头地就得受罪。想出人头地的话，就得受罪，好好在这给我练。江廷松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专门动歪脑筋，出馊主意，出了事吗？你就先开溜。好，从现在起，一切从基础做起，拿鼎啊！啊！嘿！啊！嘿！啊！
姜甜醋，啊，我，来，哎，哎，哎，来吧。代表来找你。哦，队长要替我们做主啊！不用急，有什么事你们尽管讲。我们矿场的大工头这几天竟然扣我们的工钱，谁说话谁就挨揍。放心，你们先回去，有什么事我来替你们做主。这几天工钱没发完，又要加工开矿了。有什么办法？张二虎要跟外国人做生意，倒霉的是我们穷工人。哎，走工吧。哎，快快快！大哥，姓朱的那小子来了。嗯。小子，这个地方不是你随便走动的地方。工人们告诉我，你们扣他们的工钱。姓朱的，你回去做你保安队队长，矿场的事你管不着。这档事情我朱某人管定了。哎，帅，哎哎哎，今天我要为地方上的人做一点事情。姓朱的，我今天要你的命。哼哼，嗯，啊！好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你竟敢想动手打他？大小姐，是他多管闲事。你还多管闲事呢，还不快快滚，还不滚，是看什么，看什么，滚。是朱少爷，都是他们不好，你要多担待啊。你不要怕呀，到我家去坐坐。啊，坐啊！啊，不不不，别客气。哎，朱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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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
师傅，今天该教我绝招了吧？今天晚了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哎，不，今天我不回去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这只有一张床，你还是赶快回去吧。哎，没关系，今天晚上我们正好可以同榻而眠，秉烛夜谈。啊，哎，不可以，我不习惯跟人家睡一张床啊。哎，你又不是大姑娘，怕什么呢？来来来来，来，好，既然你不回去，那我现在就教你绝招。不过咱们得事先说好，你想马上学会就不能睡觉，要继续不断的练啊。行，一句话。我先练，你好好看着啊。是。一看清楚了没有？嗯，你练吧。1、2、3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手抬这么高干什么？看我的。哎，对了，重来。俺不相信那姓朱的小子竟敢这样欺负俺女儿。老爷，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，
姓朱的藐视我们，欺负小姐，而且还请了一个帮手，要不然我早就把人抢回来了。好，俺倒要看看姓朱的那小子狠到什么时候。哼，铁汉，哎，把所有的弟兄带去，这一次一定要把人抢回来。是。慢点，爹，你就是用武力，人家才不答应的。你为什么不去向他们提亲呢？这样婚事也可以办得光彩一点嘛。哎，哪有女方向男方提亲呐？不行啊！啊！张大爷，请坐。周观主，俺是个粗人，有一句说一句。既然俺女儿看上你儿子，俺看干脆把他入赘到俺家里吧。张大爷，婚姻是儿女的事，总要他们双方同意啊。哎呀，只要俺女儿同意就行了，婚礼的事你就不要过问了。我看还是等我问过天豪再说吧。嗯，姓朱的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明天俺就派人来迎亲，你要是耍花样，当心敢砸掉你的武馆。去把天豪找来。照你这么说，张二虎初到黑河镇就买了硫磺矿。是，而且他们每个月还将硫磺偷偷地运往海边，有人说他们是卖给外国人制造军火，不过没有证据。哦，哎，少爷。嗯，哎，少爷。哎，少爷，什么事那么急呀？少爷，张二虎来提亲，不管老爷答不答应，让你明天就嫁过去。什么？我嫁过去？张二虎说他的女儿跟别人不同，让你嫁过去。岂有此理！我去找他。哎，慢点。嗯，答应他们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要我嫁？去那个肥母猪啊！不要忘了，当初我教你武功，你答应过我，无条件帮我一次忙。可是，哎，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，这是我等待的一个机会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就在这儿等。哎，嗯，说话。坐坐。哎，哎呀，他奶奶的，不要像个大姑娘似的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。是是是，我们馆主要下得跟大爷禀告。哎，俺是个粗人，你说话不要文绉绉的，有话说。是我们馆主说令千金跟少爷的婚事他同意了。嗯嗯，很好，这才是识事务的人。不过什么？快说啊。我们少爷说他一上轿子就得直接抬到令千金的闺房，除了令千金外任何人不准掀帘子。啊，他奶奶的，这是啥规矩啊？哎呀，爹，为了女儿的婚事你就答应了吗？嗯，好好，俺答应。还有，还有什么啊？明天迎亲的人不能够铺张，令千金只准带铁大爷去迎亲。他奶奶！
好，俺都答应。换衣服啊，轿子就要来了。爹，还早吗？等轿子来了再说。哎，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任性，张家又这么难缠，我真怕你入赘过去会吃亏呀。朱馆主，你放心，天豪胸有成竹，我想他有他自个儿的主意。师傅，迎亲的来了，这么快啊？哎，江天作啊，你去告诉张立业，只准铁汉一个人带轿子进来。是。天豪，怎么了？还耍什么花样啊？爹，你先进去，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家少爷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带弟弟接他了。张大小姐，我们少爷说，只准铁汉一个人带着花轿进去迎亲。什么？要我？铁汉，你一个人带着花轿进去。来，走。哎，啊，停停停停停。小子，别耍花样了，下来上花轿。啊！你敢对你家新贵这种态度，给点教训你尝尝。姓朱的，少跟老子来这套。老子今天让你，你究竟走不走？当然走。不过为了让你对新贵心服口服，咱们比划比划再走。好，这是你今天自己找的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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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一个赚一个，划算划算。是呀，老爷，
成语说虎父虎子，您却是虎父虎女，老的强，小的更厉害。哎，接话。来呀，来呀，大小姐回来了。你叫什么？还不赶快再放鞭炮！怎么能哭呢？啊！张大爷，快掀帘子，掀帘子，我们要瞧瞧新姑爷。掀帘子，掀帘子！那是俺女儿的乖宝贝儿，你们都不准接近她。哎，张大爷，瞧瞧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行，俺的女婿规矩挺大，只准俺女儿接近她。哎，张大爷，难道我们看了，她还会生气，不如洞房？哎，别别别，你说对了。弄不好他真不会入洞房啊，你可别耽误俺女儿的春宵啊，快把轿子抬进去，快快快。先背过身去。哟，瞧你比我们姑娘家还害臊呢。好，我转身了啊。男人都是一样的，有人在的时候就一本正经的，没人在的时候呢就动手动脚的。啊，你是谁？怎么，我比不上朱少爷？啊，这么说，你完全同意我做你的丈夫？嗯，你同意了，我可不同意。啊，你不答应？当然，要我答应你，你得依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回答我两件事。你说说看。你爹是不是三年前在黄土坡得到了一批银子？是啊，那是我爹卖矿赚来的钱呢。现在开硫磺矿的硫磺是不是卖给日本人？是啊，我爹一直都在跟日本人做生意。那么签署的文件跟银子放在哪儿？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既然是你的丈夫，当然应该了解你家里的情形。你说，是不是啊？
签署的文件在爹的书房里。知道的太晚了。拿点布大爷送的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收了。嗯。嗯。老爷，大小姐被打昏在这儿了。好。你是谁？怎么，刚进门的新姑爷你就不认识了？他奶奶的，原来是你这小子欺负俺女儿啊，老子非宰了你不可。张二虎，你记不记得三年前在黄土坡抢了10万两银子，还有你把硫磺卖给日本人做军火，这是你签订的契约啊？他娘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！我是专门捉你们这些漏网的顽强巨盗，送官法办。老爷，这小子就是帮着姓朱的那小子。哦，宰了他！
真没想到张二虎竟然是通缉的大盗。这次如果不是你帮忙，我还不容易找到证据抓到他们。你真的不愿意留下？我可不愿意晚上再陪你练武。你准备到哪儿去？要捉的人很多，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你请留步吧。哎，你多保重。嗯。